嫦娥执桂图，为明四家之一的唐寅所作。在中秋节，人们看到一轮明月，就会联想到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广寒宫与嫦娥，而画家也往往以此为题创作出了不朽名作。据画面右上字题，广寒宫阙旧游时，鸾鹤天香卷绣旗，自是嫦娥爱才子，桂花折羽最高枝。可知画中的主角就是月宫仙子嫦娥。画中的嫦娥头戴凤凰花冠，纤眉如烟，朱唇清气，纤纤玉手手持桂花，裙带飘舞，线条流畅。嫦娥面部肤白色晕染，如月色清凝，勾染得当，皎洁典雅，削肩好腕，袖带衣裙自然垂下，官服纹饰描画精工，尤其是领口袖口处的仙鹤祥云纹，刻画入微，飘逸清丽。